倒下热腾腾小笼包，除了鲜香汤汁流出来，里头的内馅可不太一样。除了猪肉馅外，还看得到粒粒分明的糯米。业者新推出的卤肉饭小笼包正好搭上时事热潮。卤肉饭跟那个包子，这样的组合会让你想到什么？想也知道，还要问吗？就是刚刚从新加坡回来的韩市长。连顾客都回答，就是会联想到韩国瑜，因为韩国瑜最爱吃的就是这一味。不过业者强调，其实与韩流无关，只是想推广台湾美食，才会把卤肉饭口味的小笼包使用梅花猪肥瘦3:7，不让口感过于油腻。里头掺入的鸡汤冻则是满满汤汁的秘诀，选用长糯米增加口感，不仅每日限量，还是期间限定，只送不卖。一吃就想到卤肉饭，比较不会那么油、那么肥的感觉，我觉得它的馅料还蛮瘦的。最近包子话题讨论热烈，另一间港点业者则是有应景小猪包，红色的鼻子和耳朵活灵活现，一端上桌，果然民众拿着手机先拍再说。吃起来很绵密，就是跟一般的那种包子不太一样，对。然后它的香味，其实地瓜跟芋头的香味还蛮浓密。小猪包内馅使用紫地瓜和芋头泥，眼睛则是使用红豆沙来搭配。由于必须手工捏出鼻子和耳朵，制作费时，因此每天限量40颗。要粘上去的话，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一粘错，这个猪可能就毁掉了。抢搭包子热潮，还有业者做成红色蘑菇造型，就像是玛丽兄弟电动里的随机道具。特殊包子造型吸睛，也成了民众尝鲜首选。记者黄少平、谢伟台北报道。